党新年的祝福。在这里要祝大家2022年如虎添翼，虎虎生威，生龙活虎，虎年大吉，祝大家新春愉快。好，那也让我们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四川文旅宣传推介大使丁真来到活动的现场，感谢。好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春文旅大礼包，其中包括100。你不是很牛逼吗？你问三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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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